最近几天我也不知道我的蚁是跑哪里去了，只是看到一个球，一个圆形的球，摸起来还有点软软的感觉。我准备打开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。首先我要找到我的镊子。好，找到之后我要害怕，看看到底是什么。当时我以为它是个篮球，我没见过这个篮球，所以我一直怀疑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有点软软的，所以说我慢慢把它拆开，看看到底是什么。哎，发现东西，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。它的背部，我们猜测的话，它正在，它是一只正在羽化的蚁蛉，对，应该是。他怎么没想到我会把他家给拆掉，我也怎么想到他会躲在这地方，慢慢的很小心的把这个拆开。好，出来我们继续看一下。在周围四边已经涂上了这个防逃粉，基本上它不会受到外界的破坏，除非是蜘蛛蚂蚁，一般是不会不进来的，所以说给它们搞点沙土掩盖起来，让它们更加有安全感。好，现在就等它们羽化成功。